哇，怎么这个东西竟然敢开？哎，别动！走开！急着呢，很温柔的啦。很温柔的啦。Hi everyone, I'm Janice from Elemental Divanio. 现在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个东西kitchen hood是很容易开的。来，我开这个给大家看一看。首先呢，通常 kitchen hood 呢有两款，其中一款呢是一个 magnet 的。首先把它的 oil tray 推出来，这是吸铁，所谓的 magnet， 我们大力的拉下来就可以了，然后再把它推回去。第二款，我们所谓的那种 clip， 首先把它推进去，就可以拿出来了。然后呢，再 clip 回去。推回进去就好了。还有呢，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二个点就是新买的 kitchen hood， 它里面的 charcoal builder， 还有一个 plastic cover。记得把这个 plastic cover 拿出来，不然的话呢，你用的时候它会融化，然后你的 kitchen hood 也会容易坏掉。Oh no！ 还有呢，第三个 point 就是这个 charcoal builder 不能奶洗，如果洗了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洗掉那个油烟味的。希望今天关于 kitchen hood 的那三个 point 能帮助到你们。Bye!